大家好，我是蕾蕾。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璇璇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朋友默契大考验。那我们总共有12题，看看我们能够对几题。那我们开始游戏吧 ，Let's go。蕾蕾，你觉得你会答对几题呢？6。那璇璇呢？也是6。哦，666。加油加油！看不到了。吴妈妈。第一局，我们先放5个东西。请问蕾蕾会最想要选哪一个呢？好，蕾蕾选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准备，3、2、1。答案，当当。第二题，请问璇璇最喜欢的会选哪一个呢？璇璇会最喜欢的哦。选好了哈、哦。选好了没？确定哦。1、2、3。又答错。因为我想到你会喜欢95。问题没有答对哦。第三题，请问蕾蕾最想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呢？不换哦，不换的哦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真的哦。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妈妈，我也有点犹豫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，快点。好。好。3、2、1。耶！哦，对对对，你可是因为你刚才犹豫不决，我也开始有点，然后我本来要拿这个嘞，不错不错，不停不错，默契开始了，那这个要拿过去，啊，对，这个要先拿起来，猜对的东西就拿起来，耶，获得到一枚，第四题，请问雪雪会带什么东西去学校呢？哦，确定哦，确定不换的哦，非常确定，非常确定哦，非常确定哦，3、2、1，啊，我刚才还有自信，我刚才还有自信，我在自信干嘛？这一题要选蕾蕾最喜欢的，会是选哪一个呢？好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的哦。好，哎呦，3、2、1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钥匙圈，还会动的哦，好酷哦！来，好吧，弄一下，这样摇一摇，摇一摇，对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对啊，这个超酷的手摇椅。好，下一题，恭喜恭喜！得得了得得。第6题，请问雪雪会觉得哪一个最新奇又好玩的东西呢？新奇又好玩哦。好，3、2、1，耶！恭喜各位！我打开看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、啊？我不知道。小熊熊，然后我的小猪猪，应该不是骂我吧？跟着老师走，嘿。跟着老师走，两只超可爱的，转弯，小火车，对啊。第7题，我们猜猜看对方最想要什么了？哎呦，3、2、1，公开，耶！来看看，
头发的那个电条子。You can be dead. You can be dead. 哦，好可爱哦，小小一个，彩卷的，教授，很可爱。它是这样小小一本的。对啊，超可爱的。恭喜，下一关。第八题，题目一样，请问对方最想要吃什么呢？确定不忘的哈。好，得得得得得得得，好，接下来再犹豫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哒哒。我有听到声音，我有听到绝望的声音啊！这一题，请问蕾蕾会选什么呢？最想选什么？好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东西，答错了。你不要误解，你不要对我有误解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输了没关系。OK。糟糕，你们剩三题耶。你们落后好久、哦。好，那我这一题出简单一点点的，请问璇璇觉得哪一个最可爱呢？二一。耶！来看看是什么？回纹针。哦，夹在书上的那个，好可爱哦。书签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好可爱啊！总共有两款，猫咪的书签。对，超萌的冰淇淋款式。这一题，选蕾蕾最想要选哪一个呢？犹豫不决，连我自己都犹豫不决了。璇璇更难说。好，蕾蕾快一点喽。好，打开看看。三、二、一，小心。本来是这三个选，然后就我刚刚本来想说，你觉得柴犬很可爱。你妈出的都很难，难爆了，难爆了。最后一题，猜对方最想要拿哪一个？这个最难的，最想要拿哪一个哦？二一。恭喜！答错了，答错了，就只好等着看结局吧。希望有六题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题，六六六，六六六。我们不仅默契力好，还孤对数字呢。的默契力好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，耶、yeah ！这一局真的太难了，能够顾到六题，真的不容易哦，非常不容易。璇璇都已经冒冷汗了，对不对？我后面都是一大堆一颗一颗，你知道吗？都湿掉，很紧张，对不对？不是很紧张，很热，太热了。这个游戏好不好玩？喜欢的话，请帮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猪猪强强，人家猪猪强强是猪猪强强。